是八点档的大戏《情定爱情海》邀请到了韩国知名女星蔡琳担任女主角。蔡琳上午搭机来台湾做宣传，下午还跟男主角苏有朋一起公开亮相。也因为这出戏呢是在希腊拍摄的，所以现场特别安排了穿希腊服装的猛男献上了红酒跟桂冠，希望收视长虹。韩国美女蔡琳上午一到中正机场，立刻受到影迷热烈欢迎。下午身着希腊传统服装，一头乌黑大卷发，蔡琳和台湾帅哥苏有朋一起现身，手持仙女棒，周围还有身穿希腊传统服装的猛男随时在旁。情定爱情海果然希腊风味十足。大家好，我是蔡琳。蔡琳先用一句中文，苏有朋则开玩笑秀了一句韩文，然后去干啊。两人笑笑闹闹，但抬起收视率可得严肃一点。猛男献上红酒，希望收视长虹。另外两人还互为对方戴上桂冠，希望收视率勇冠各台。不过两人语言不通，演起爱情戏如何投入感情？외모도물론훌륭하지만성격이더좋은것같아요。不过蔡琳已经结婚了，所以她对苏有朋的情谊仅止于在戏里。华视新闻综合报道。